恢复了自由的两位迫不及待要探索这个飞碟。小羚鸭就绕着外围飞翔，它的速度比它们的漂浮翼快了许多。飞碟内的外星人似乎不多，但是每个外星人好像都很忙。好不容易的看到了一个可欣赏风景的窗户，就马上去告诉小松鼠。小松鼠很快地跳到窗边，于是两位就沉醉在这迷人的景色中。